一切人。是情境的错综复杂，实系于人心之感和与否，绝非数算可推者摇的作用变。是呈现这样的人心变化之情状。三，这些变化虽然不能以数的眼算而定之，但是却不妨碍其在人事关系的论理中予以若干的原则上地掌握，其即由实为观中见出的层层上下远境内外诸事者，这便是小于名卦事变通，遥大于一文中所述之主旨。四，在小于名相大于文中，对于卦爻象的譬喻及符号系统明确地指出是根据意及情而定之者，因此否定了汉意的互体卦变诸说。五，小于变位大于偏强调对于位的讨论。初六是中始而非位，中四爻论尊卑而成位，其意位爻位变情伪贵见之处所。七，由周易略历中所显现的方法论观点，由以上所述重点，我们可以见出王弼所提出的实在是一个关于周易体例的看法，七，而不是一个周易价值哲学的形上根据之重新界定。由周易略历中言于彖者、象者、爻者、变者、位者之诸文中，我们可以见出王弼作为一位小于周易大于的读者及权势者，他所关切的问题是小于周易大于经文中的文句义理的合理的解释的问题，即六十四卦的卦辞及三百八十四爻的爻辞，在卦里爻变得小于周易大于经文结构中，到底应该怎么理解的问题，是时摆在眼前的事。这许多的文字本身表述了繁多的人事情境，这一切的关于人事情境的文句的义理的根源是来自于象数符号系统的定数呢，还是来自于人事情境的体悟而定位呢？王弼采取了后一种看法，理由是人事情境的情伪变化本身的繁复性远大于数算的计策的可能性，而且直接透过经文中卦爻辞在六爻位的变化成成应为关系中已可见出道理。于是王弼拒绝象数易的思维模式，全经之注释皆由爻位彼此之间的阴阳刚柔成成远近内外出上等位与位的关系中见出道理，而这
歇时位的关系中所显现的变化之道权，等同于其作用于人心上的反应结果，于是产生在人心上的情伪变化就发展成了卦爻辞的文句义理。就此而言，王必注意全然不重视64卦的阴阳爻象的任何象数学上的关系，以及一切关乎宇宙论思维的认识进入皆为其所排除。如此则序卦即无意义。64卦只是64套人是情境的教材，卦序的排列并没有任何义理上的意义，于是一切借由卦序以论宇宙发生说及气候战变说的宇宙论进入的易学诠释体系，皆成了无用之物。64卦并不以一个整体存在界的尽全的表述系统的身份而成为形上学思维的对象。64卦只能以进行在卦象及爻位中的人心感应和合之情状来反映认识情境的复杂多变及为人处事的应对之道。于是64套生活教材所能呈现的形上学思维，便只有反映在人心逆顺之际的人性情值了。于是王弼易学诠释学的方法论依据便是以他个人人事体验的情意认知为根本，当然这背后仍有一个价值心灵，即应人为如门意之价值心灵者，至于意道开合之际的形上原理，则是易道自身的原理，则赞与王弼易学诠释学的方法论思维无关。八，对王弼周易略历的方法论之探讨，当代易学工作者即以此称说王弼易学方法论乃意义玄学入易学之道，或以道家解易之说。八，我们以为王弼表现在老子诠释的方法论上的思维，其实并没有怎样的过渡到易学诠释中来。王弼在老子诠释的义理推演中重视的是理解与解释老学的工作，他所找到的万物宗主的本体论思维，及从本席末的功夫论思维，都是对准老子理解的准确的认识进入，但是在易学诠释的哲理思维上，王弼依然是依据这易学哲理本身的逻辑来建立命题。义理派的解义进入是易学思想内涵中的本有已具之事，义理派的解义思维
中重视的是人事情，近的辩证关系，这也是解义的原型思维，也是王弼所重者，亦以实谓之辩合来展现世界现象与人事情境的真实。这是易经原作的本来精神所真者指，在其中的推和析解之际，是否依据一套象数计策原理亦或一套价值系统，就意味卜筮之书而言，寻求卦爻辞的战士的活动，当然是一套象数计策的过程，此非所论，但是卦爻辞聚于卦爻象中的辞义的的或，即可论真为是一套基于64卦卦爻象整体的象数推测而得者，亦或是基于该象的十位辰辰内外远近等关系配和人心情委之反应而定出者。就前者言，是一个宇宙论进入的思维，就后者言，是一个人性论进入的思维，亦即本体论进入的思维。前者卦搭于64卦的整体象数中进行卦变互体诸数，以定道理理论上已预设了天下道理，竟在此数中是一个宇宙论的思维模式。后者即在一卦之当下境遇中情委激荡人心变作道理，全在人心为为之中。64个情竟只是一个眼力人事的纷纭，宇宙之奥秘仍在无尽之数中。64卦384爻仅显为例，理论上并不预设人事已尽，易经全书只是发人幽隐的思维参考，乃是一个本体论的思维模式。我们从王弼解义之作中所看到的方法，全为王弼体贴人事驾和实位而定道理的心路历程，这个人性思维的体贴，即全为易经卦爻辞本身所示的基本思路。王弼并未离开周易作者的心灵，而另创人事情景背后的价值体系，这各思义解义背后的价值体系，仍为表现在周易经文本身的观点思考，基本上是周易自身所具的儒家思维，这个思维才是易学本体论思维中在于价值问题上的定位，基本上符合原始儒家的基调。在这个基础上，并未多见有道家老学的价值信念之混淆，因此我们从王弼注意解义的方法论依据的问题来重新检视王弼易学
方法论时，王弼以人心感和的情伪变诈来作为易学方法论的思维原理，这才是整个王弼易学方法论的检讨重点。就此而言，王弼毫无疑问的更是一个本体论哲学问题意时优位的理论性格。王弼无异于将易经卦爻象构作为宇宙论的律则体系，亦不以此作为经文义理的注解依据。周易本身是一部时模样的著作是一回是，王弼将周易是为一部什么样的者做是另一回事，显然王弼将周易视为一部人生智慧的宝典。经文中充满人是情境的处理谏言，谏言的背后是一套儒家的价值信念体系。王弼并未玄学化的处理之，而所谓玄学化的处理之意未必即为在本体论的价值标的问题上采取了反道德的哲学思路。玄学思维所处理的本体论问题多为本体与现象关系的抽象思维，其与价值标的本体论问题无涉。本体论思考本体与现象的关系，亦思考本体的价值亦含义，思考宇宙的终极目的等问题。问题不同范畴不同，或有交涉或无相干，这是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重新重视的中国哲学的基本哲学问题的方法论思考。王弼并未改变表现在周易经文背后的价值信念，他只是在周易作为一部时模样的著作的问题上采取了看法，在这样的看法的背后所得以开创的哲学形上学问题，便是一个价值本体的形态取舍。王弼并未选择了否定儒家道德意识的本体价值，于是在这个基调上的诠释结果所能论真的，只是王弼对于人心顺逆借由卦爻时位的表现之道的体贴理解的深度与准确性的问题了。王弼既未将周易经文视为宇宙论的整体存在界的尽权的掌握系统，则即不能以王弼由人心解义之作中便视其有本体论的心性化生天地的论断，即以王弼未为心论之说者，王弼无宁止是在儒家价值信念的背景下注解了经文中的义理思维，并未建立不同于儒家哲学的本体论的价值观，以及王弼
并未建立具有哲学创作意义的新的本体论思维，只能说是王弼将过去借由易学注解而构作与咒论系统的工作方是给改变了。王弼注意指众人是人是奥秘人在难定之数，那个难定之数的宇宙论思维的是借整体的形上学问题。王弼注意中并未将之提起，所以王弼注意只有方法的问题而没有方法论的问题。王弼注老有方法论的问题，但是那个以万物宗主谓无形无名的贵无特征，并没有在周易体力问题之外侵占了周易的价值心灵。九结论，朱伯坤教授引黄宗羲言曰：明末黄宗羲评论说，有魏王府四出而注意得意妄相的相妄言，日时岁月五气相推，悉皆病落，多所不观，数几疗水尽寒痰清矣，故论者谓其已老。庄解义是读其注简当而无服役，何曾笼络玄旨，故能远立于堂发位正义，其扩清之功不可泯也。相数论序又说，黄氏认为王弼易学何曾笼络玄旨，这是误解。九我们则认为黄宗羲并没有误解，诸教授为其误解主要是对于基本哲学问题意识的区别的看法有别之故。王弼注老中所出现的统宗会源之方法论观点是一个本体论哲学问题中本体与现象关系的抽象思辨的认识进入下的观点，以这样的观点来说明周易体例中一卦之卦辞为一卦之统宗会源之主旨者，亦或以乾坤两卦为天地之所以然之理是用行者也。这并没有把所谓的玄学本体论汇入易学的解释体系中。卦辞在一卦中本来就是扮演这样的角色，乾坤两卦在文言传中亦早已是这样的角色。如果说王弼在注意中通篇皆以贵无说的操作智慧来全解易经经文，那么我们可以说王弼却有以玄学解义的态度。然而关于王弼注意全文其皆未在义理之本当处作出注解，并未将具有价值判断的贵无思维强行灌入注意之文中。总之王弼哲学的
方法论思维，就其表现在对于老子注解之作品中者，乃是开拓了本体论哲学中抽象思辨的任实进路一路者，九其在周易注解之作中者，则是平时的作者文句一书的功作，其众义理全解的周易体例观在当时虽然确实极有益学哲学史的划时代意义，但是从哲学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却并无新意，他只是采取了过去的人已经有过的一种注意方式而已，论者不必过于强调其注意之作的玄学化色彩。如果从基本哲学问题研究的角度来看，所谓的玄学学理究竟是在处理什么问题？它在价值问题上如何作为魏晋时人政治关怀下的义理根据能否成功？魏晋时人确实有政治关怀下的价值心灵，亦确实有玄学思维的义理见够，但是在哲学方法论的检视下，他们的理论构作是否成功？从王弼例举的本体论哲学的抽象思辨之认识进入，能否为价值命题的理论根据隋唐宋明所走的心性论思维之路是否较为可行？又如何而较为可行？我们认为这才是从哲学研究的角度应该探究的主题。一、这是作者近年来所提出的一个对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新的工作方法，是基于一套方法论观点下的对于中国哲学作品的诠释模型。该方法乃见于作者近期之诸多专业论文中，可参见小于现代中国哲学在台湾的创造与发展，大于发表于《哲学杂志》1998年8月号，台北叶强出版社。三、参见拙著《反哲道之动》上篇第二章第三章，台北弘泰。四、参见注一。五、参见《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篇，任继岳编，北京人民出版社。六、参见《才性与玄理》中国哲学十九讲，穆宗三这台北学生书局。七、朱伯坤先生言王弼注解周易，特别是注经文部分提出若干
体力，认为这些体力体现了《周易》的基本精神。其《周易略历》一书就是讲他对《周易》体力的理解，实际上代表他的易学观略历的内容，主要讲易学问题，但也渗入了其玄学观点。参见《易学哲学史》第一册，朱伯坤者，页294，台北蓝灯。我们要强调王弼讲的是《周易》的体力，就是要强调体力非方法论的问题。王弼可能并没有在《周易》注解的理论工作中提出创新的方法论观点出来，甚至未必有将他在助老之作中所建立的方法论观点转用至《周易》注解中，这是本文之作所欲探究的重要问题。八，朱伯坤先生言，总之，王弼通过对《周易》体力易爻为主的解释，最终引出其贵无论的玄学理论，这正是玄学家解易的特征之一。于世界之外寻找世界的统一性，实际上是从思维中引出世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这是玄学唯心主义的观点。以此种观点解释是法中的体力，则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法。参见前书页295。九，参见前书页333。3260114-4002。